원인난혼자단가이차라리과일로단달과회라난기나리도기나리기나리기나리시그런척정글수멀나당연히당연히상추수하면난기나리咱吼爱抱着吼愉快的心，跟咱老婆生咧吼来见面。啊那你是安怎笑到不行啊，老师？我一个朋友啦吼，伊咧学喷吹啦，啊伊咧喷咧乌达拉吼，啊伊讲本来该要听人传话，你知？我啊起头我放咧吼，奇怪啊，人咧前关靠前那个地。你把十分钟当作鼓吹的本，人咬就是咬在那个所在，你那别人分不出来的。我起头不知道他本的呢，啊，我听讲，啊，这不是人的天官吗？人那个特色啦，那人本的人拢有特色的呀。真的老师，你今日有过关期的哟。哎，老婆山哦，过关期的哦，千里迢迢，是，你到湖东那边要请教老师有关系身体方面的问题。哦，做这呢，大家拢真侪人啊，那是电话，无就是人来哦。嗯。啊啊，来
探讨到这身体的状况啊。哎呀，啊有真侪人拢去开足侪冤枉钱。真正嘞，啊这对翁阿婆吼，吼因安尼吼感情介好个呢。是吼、哦，拢安尼翁婿照顾着太太安尼啦。有啦，啊因为他是客家人呐、啊。客家人啊。客家人拢去搞顾家啦。嗯哼。哦啊，要讲开实在，现在我有下面开讲啦。嗯。啊开讲你啊，两个翁阿婆迄种刁滴人。哈、啊、哈，哎、欸、那我去凶呢。我呀，出好人呢！伊含一个做引导的戏面啦。真的吗？嗯，好可怜啊，做引导的。你敢要看吗？真真。啊，你无？你做引导的这样哦。老师，啊，人是要看这一段，人要看这段。哇，这个吓吓掉了。有啦。啊，真正有意思。啊，但我看一百页安尼啦。啊，大波你是安那用的啦？不是啦，迄是啥物人翕的安尼啦？哦，啊，咪够一张的你啦。够无咧？我传一张尔咧。啊，你刚传一张有吓掉的。哦，这也在来咱学堂拜拜。伊咱那个这位大姐吼，伊脚头要要开刀的时候，伊阵我唔捌伊啦。对。啊，要开刀的进前，伊有来求母娘啦。这是咱给咱的新朋友。嘿啦，求母娘啊，讲伊当时要开刀啊，互伊开刀顺时安尼啦。嗯。哦，迄阵我拢唔捌伊啊，是伊即马开好啊。嗯。啊，你要今仔日来拜拜。对。哦，啊，顺续来探讨着。两个阿公阿婆的身体状况，你按住哈紧恢恢复健康嘞。是啊是啊是啊哈！你呀，哎，今天你看这部，阿你主持人笑掉，我那么惊无路呢，真笑呀，那么惊无路啊！你没事干嘛？你没事干嘛？主持人笑掉了，真笑呀，是这样。啊对了，不你要小细声，小细声的对对对。啊，我看有看到，我搁大嘞，也上看到。好好好好，完了完了完，安拢未。我徛伫遮都未去砸着，应该夹砸着。啊，我徛咧目睭，唔是你看，我目睭要大了，伊啊只碎掉。哦对，好啦好啦好啦好，听到大声咯，大声咯，大声。哎呀，那这位人吼，那因为这位太翁婿啦吼，翁婿伊为着要顾太太的身体呢，全咧无去做工课啦。吼，啊吼，啊人太太伊本身冇工课哦，就是为去手术伊的脚腕哦。对啊。不过咯，人因公司拢靠同我来讲，啊你是好啊，未那好啊，通啊紧当来上班啦。你吹啊啦。哟，啊两个翁仔婆因为身体顾又全咧拢无工课做。所以我唔得讲哦，人身体爱顾健康啊。嗯趁人钱，趁人较会丢啦。哟，好啦，啊，请保娘慈悲给因保庇，是啊，让因身体赶紧健康，一切顺遂，趁大钱啊。有哦，好啦，医生，哈，谢谢哈。那伊冇讲着吼，迄个伯公我介怜惜的咧。真的吼。哎呀，你所做的代志，伊拢知影咧。哎呀，哎呦，伊哦，迄个来阿弟阿个跋无杯，跋无杯，尾啊，人家讲你都无甲贪悠悠的跋杯，伊甲都八块钱啊，随跋三杯。阿姨，伊去保龄王遐有搞保龄王，汤圆圆。哦，我攞一百块啦。啊，别讲啊，老人就像囡仔生。好。啊，恁爸啊，你家母啊，迄个汤圆圆。啊，我遮无做毛嘛，少连点么意思都无。从来无爱互杯互伊。从不爱杯互伊，你啊抱一包无杯。拢较杯啊。袂啊，咱咧扫涂骹阿桑阿个讲，你可能无汤圆圆，拢甲攞一杯，攞一百块来。好。抱三杯。对啊，对啊，刚好恁爸讲我够灵的啦。好啦好啦，总是到哪呢？伊咱开刀有顺序啊，啊，今嘛阁有接到对个观念甲方法，阁有接到好阴影。哦，安尼两个阿公婆身体就一天一天健康。你讲马上无可能啊，因为咱的镜头是可能待十年、二十年来啦。哦，啊，咱有哪用淡薄啊时间啊过开？对，张辉拢讲实话的人啦，吼，老婆婿咯。我唔是网络啊，所以我唔爱讲讲遐分家规的话啦。是，啊，你若要听分家规的话，就唔好看我这台，我这你听袂到啦。啊，人这对翁仔某吼，佮学了讲吼，迄学堂的环境有够清幽，有够好，有够宽，有够大嘞啦。伊讲伊去走介侪一挂迄个宫庙有诶无？伊讲好，行来行去也是咱惠安学堂哦，环境上赞吼。啊，佮我吼，佮我安尼面对着吼，伊安尼一片的大草原，足赞嘞啊嘞啦。伊讲看迄片，等下买开未？我啦，我上咧含迄个过风波桥看卖。哎呀，好啦，真正有影，这讲的你都不想得啥哈？无啊，有那么跳机车啊？来，一枪啊，跳出来！机车，预备，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哎，手，右边，左边，来，再一次，来，我们唱，
压过来，预备，二，三，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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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上去，二，三，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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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再一次，一，二，三，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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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立外，拖出去，噗！啊，安尼看我舒服。跳夹机车舞。系啊，咱那有咧叮当啊，有咧跳吼。嗯。啊，那你咧循环会较好。啊，体力会较有，啊，肺活量会较好。嗯哼。啊，身体较健康啊。那无啥。爱运动一下。跳舞跳舞无要紧，有咧跳得好啊。总比你有、哦、意思就是讲有咧尿就好啊。嘿啦嘿啦，你都含满跳跳跳无要紧，跳不得啊。啊，都有咧当有咧叮当安就好啊。哎，当起来就像老师安尼跳。啊，那是脚掌头伤过大，就像安尼。轮椅代表，我都起来就像我安尼用者。那是我都坐，就是倒的。因为伊会坐的原因是介惊出镜，因为伊站起来吼会出镜。没好吧？啊，没好。啊，无你听我。喂，老师，啊、你欧皮康？我要脱皮皮啊！我邀请你对 K， 你看我们看这个。啊，皮康鸡。人现在吼，武汉肺炎哦，别未使摸面，你敢不知影？我头拄食有迄落喷酒精啊啦。面嘴所以拢未使摸着啊。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啦，啊，一个人啊，身体健康哦，这拢总谈的啦。嗯。你像头拄食咱哦，迄个来自美容。美容的。哦。俺这对恩爱阿阿婆，傅大哥、傅大嫂，姓傅，嘿，啊，两个阿阿婆，你看身体不好，啊，人要叫要赚钱，就无在无时间通去。本来两个阿阿婆拢有在做功课的。对啊，对啊，对啊，冇紧啊。好啦，今麦有咱张飞弟弟，你没烦恼啦。嗯哼，正确的观念，对的方法，身体就健康啊。用上帝的时间，恢复咱的健康。好啦，啊，人个无健康，你像我一个朋友啦。恁朋友安怎啊无健康？伊都无健康，去看医生啊。好。伊当作家己感冒啊。啊，医生啊，你教我看嘛。你是安怎啦？对啦，你详细教我看一下，我是安怎？看人像个神神冷冷，啊，像个敢那像个拢无开啦。我敢那感冒啊，你医生。哎，我改成咧感冒呢。哎。啊，医生个检查。哎，个医生个检查。叮叮叮叮叮叮。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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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老师，您朋友，您朋友是查甫的啦，查甫的啦，查甫的啦，哎呀，叮叮叮叮，四个加七七，叮叮叮叮，这一叮就倒在那边，啊，老师，啊，医生到底是查甫还是查某的啦？医生查甫的，查甫的，你看医生来讲。哦，我来讲啦，你这不是感冒啦，我感冒啦，我感觉我一定是感冒啦。无啦，你这吼，我安跟你点点点点点到这先，点点点点，你毛囊炎。好，我是毛囊炎的啊。你的毛囊发炎啊。啊！像我同同学讲，医生啊，拜托你给我检查较详细啦。我这不是二十几单的医生啊呢，你甲看点点点，啪啪啪。
乒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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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真正是你医生啊，我医生。你这正讲的冒灯烟啦。哦。我同学来甲讲，医生啊，拜托个么啦。我去年咧，我冒灯你搞挂起，你挂个面去一年。我伊冒灯早叫挂呀。去年就叫挂呀，伊甲你挂个面去一年。讲伊冒灯烟。真正在找你的医生哦，做到去碰到这个蒙古的啦。蒙古也有查某的哟。哇，我错了，查某医生。蒙古是种这个名称，名称啦，形容词啊，意思讲吼，健康讲的啦。嗯，好啦，咱看医生哦，这有病拢一定要看医生。彻底检查。那无啥，你绝对唔通讲啊，我身躯顶有病，我医生唔看，啊，我来买一便利贴啊。还是来吃冰，还是来心灵啊，求一个药丸，唔忙啊。即卖年代唔不必较早。而且咱台湾医疗介早呢。嗯，较早医疗因为无进步，无遐尼发达，无遐尼正方便，所以以前靠人咧寄药包啊，哦，家家户拢寄药包啊，安尼艰苦啊，拢食迄便药啊，安尼。啊，即卖医疗方便啊，咱的健保阁全世界上好诶。对咩？全世界哦，咱的健保上好诶。嗯。哦，所以咱活伫即个台湾的土地，脚踏即块地，头拄即个天。对。咱得好好疼惜身体，就咱爱疼惜即块土地。啊，嘛卖浪费健保资源。啊，即个健保资源哦，咱大家得爱珍惜。啊，无真正会破产咧。嘿啦，会破产啦，破产。咱哦，咱讲事实，因为政府为咱这个健保，那开足侪钱，啊，最主要嘛是要让咱的这一百姓，大家伫咧艰苦病痛的时阵，唔免去负担伤大。哦，啊，无你敢想，咱即马这武汉肺炎这啊，这你若是钓到，你咱台湾是免开钱呢。嗯。你刚才你国外一个人上少开百外万呢？哎呦，加侪钱啊！啊，我侪钱啊！出内面的两个人钓到一间老厝拢去啊！哇，个放弃啊！哦，对不对啦？所以要讲开，咱身体拢爱顾好啦。哦，那无啥，爱顾好。恁民工上到最近，你也看偌侪人诶有胃病。对。昨昏哦，搁一位咱阿婶啊，因囝家己本身咧做医生，因囝哦。本身伫大金病院啊，唔是无家己开啦，伊伫大金病院咧做医生啊。啊，咧阿桑啊，伊来公司找我啦。我讲啊，恁囝做医生，你煞无找恁囝？啊，阮囝都久久啊，等来一撮啊。哎，啊，因为伊是住伫咱公司附近无远啊。啊，我阮囝久久啊，等来一撮啊。啊，所以讲介无方便啦，安尼啦。我嘛讲，我讲哦，伊就是胃无好啦，安尼啦，胃无好。啊，我吼，就是因为吼，弄安尼，即行政的爸爸啊，弄个安尼未爽快。上面就我妈妈胃不好个点。对啦，一车酸啦，我讲放心，即交代好我。我干那这段时间啦吼，就咱那年头开始加进啦，咱全国你甲看偌济有一车酸过去，较早开足济冤枉钱的，看医生看袂好，买一挂有诶无诶，包括胃冷咧啉咧食，拢无效。到落尾也是找咱这庄家囡啊！我甲讲你听我的，哦啊，相信张辉这个人袂分家规，啊我也无爱想夸口，哦啊，我也无爱做迄个无影无食的代志。这个工课交代好我，一礼拜时间，伊讲啊，就长期拢无啦，无要紧啦，一礼拜时间你着互你查天加地啊啦。迄一工一工就差个一个，到一礼拜后你就感觉拢差不多拢好啊。而且完全无副作用哦，是重点哦。无啦，因为咱是用的是正确的方法，唔是叫你食西药、食中药无啦。嘛，唔是食制酸剂，唔是啥物。啊，唔是拢无啦。所以有足侪老婆生，即个胃酸的啦、胃疼啦、碰风的肚条有诶无？做诶啦。这胃病哦，哦，真大家都饿了呢。拢到小半年，你看我最近做些新朋友，就是拢，因本地无咧看咱的节目，今嘛大家拢转转来看咱的节目。哎呦，老师你这样哦，好哦，我足大个呢，你讲你介多介大个。迄个会当做的尽量啦，咱讲熟悉啦吼，人爱珍惜，啊，到张辉阿英啊，会当离家一个，安尼一个人会当面对全国的人，这就是咱的福报啊！我讲一句话，全国的人拢听得到。如果那是你方法，全国的人拢会当健康，
两千三百一个人啊，一件两千三百外件的工程呢。哦，咁是安尼。你当做阵来呀？今日我若一对质，我甲你面对面准做你健康个嘛一个呢。哟。所以今日咱会有做这个工课，这是一个足大功的福报呢。如果今日坐在这个乌白讲，对，佮无珍惜。你若无珍惜乌白讲，你害你见面率害的是两千三百五万人，哎呦，唔是害一个人。哎呦，做做个哟。你对甲唔对是差呢尔。你就会好哦、喔，你做做蛮恶白病哦、喔，做济人安恶白病哦、喔，哎、啊欸，你就会好哦、喔。开个一直玩弄钱哦、喔欸，真正来超级。到丹田金开，吹合合，爱提竿卡针点的。好，我来讲伊。哎，正平一年，正平一年，倒平一年，倒平一年，头前一日，哇，给你，我给你骗你。二就是两年、三年、三年，一口气五年，不要紧啦。好喝。我来讲一杯。一。我来讲，姐姐，我来讲，三，姐姐，好，你唔知啊？你茫看你遐腰卡酸呢，你遐腰吼，咱未咱的未生骨刺以外，佫兼会当保养咱的腰子呢。啊，你问我咱保养腰子哦？系啊，你咧腰会当甲咱的腰子，顾咱腰子顾介好呢。所以你个爱尽量会当摇。有啦有啦有啦，一定安做。怎么我咧我别讲话哦，这是熟悉咯，熟悉咯。啊，怎么来？超级笑话啊！你咧叫我讲这样？啊，是你啦，真正有影。迄个阿腿啊，阿腿啊，讲等下等下，啊你赢有赢无？要冲啊哈！咱做伙食一个饭的好唔好？朋友之间嘛。腿啊，你招阿呆用啊，要做伙食饭啦。阿呆也袂无哈。阿呆讲哦，袂使啦。袂使，啥物袂使？你唔是家己一人应赢吗？今仔日阮女朋友生日呢。女朋友。嗯。啊！你当时交女朋友，我哪唔知？哟，要介绍一个。有啊，这无诶。嗯，啊你明明都无女朋友，你拢逐天拢要困拢咱迄个充气娃娃。哦。啊，即卖迄个，迄个大家来讲，嘿嘿，你瘾头呢？啊哪，啊你个无女朋友啊？啊，阮女朋友充气娃娃，你知影充气娃娃？啊，伊冇制造日期啊！伊冇制造日期啊，嗯，太无生理，这么正经呢？含遐有制造日期做生意的，啊不哩，我要讲一个较正经的，好好，我来讲到石头白啊，伊、哦、开一间面摊，是、哦、生意介好个，嘿，啊吼、哦，哎大家拢去遐食面食惯势啊，哟、哦，叫我用时间哦，迄阵哈你无开啊啦，
经过一个月后，石头饼啊吼，伊刚刚阁重新开张安尼啦。哦，大家个官吼，第一个人客去找石头饼啊，讲你打安尼啦。哦哦哦。啊个吼，打石头饼啊，讲石头饼啊，我要一碗阳春面。哦好。哦啊，这个要一个面面啊。对啊对啊对啊。即摆石头饼啊吼，个官方面要来捧我阿呆啊吼。对啊。怎咧？伊个大拇指哦。大头要浸里。浸里汤内底啦。哦，这个接无。糖去啊！哎，个重点是浸个个乌乌哩。哦。个无啊一套杯啊，啊你较早个足注重卫生的呀，拢啊你即个当你即个开店吼，太从这吼拇指啊浸汤内底啊，大头要浸伫汤内底啊，嘿，那安尼足无卫生啊。对啊，嘿啊。即摆用一套杯啊，个阿呆啊讲吼，哎呦阿呆啊，吼你这段时间吼，你个爱动情个。是安怎？你讲啊。因为吼无开店做生意这段时间哦，我个走去日本的北海道佚佗。哦，你去遐好像落雪呢。啊，就是安尼吼，我的手指是去冻伤啦。哦，冻伤，冻着伤啊。嘿啦，医生讲我家保持吼爱37度啊，爱保持40度安尼啦。哦。啊吼，啊无吼，伊个会怎安尼萎缩去啦？啊，安尼你拢浸面面咯。对哦。啊，你若平常时你无泡面面安怎？哎，你问你好，我普通时啊吼，若无泡面的时阵哦。我用我这个大拇指哦，啊那他的卡层来的，啊他的卡层来的，你要放开啊！啊那个被搞笑啊，太可贵哦，真正有影，我无当坑啊！好啦好啦好啦，哎、我来讲那个石头伯啊，甲石头姆啊，嗯，因两个人坐火车。要去祖囝遐，伫屏东啊，要去台中啦。石头饼用石头嘛？有，坐火车啦，要去台中啦，安尼啦。啊，结果两个人伫火车顶啊烧麦啊，烧麦。有啦，对不对？为着啥代志烧麦啊？车顶人介侪呢？啊，两个翁仔某伫门顶咧烧麦。有啦，好妹妹，啊，你知影查甫人开嘴都叫呀？你娘的臭豆腐！红豆腐搞出来呀！臭豆腐是我讲的啊，老爸也讲安怎？你臭什么话呢？你娘的臭豆腐！用叫了啦！啊，啊，石头石头唔嘛哦，伊就讲，你第一骂我这臭臭臭豆腐啊，啊，无你沾面佮臭袂食，佮食到目睭结微微。
三天去相命，七天去注射，爱拼，我咧使，使咧行。讲到这个胃病吼，只要是大人，加加减减，大家拢会啦。去呢，有可能是一个车伤啊，拄掉的，无爽快。啊，就安尼闷闷啊，闷闷啊，你未爽快，哎，这样较轻症的啦。啊，那重症的呢？哦，有当时咧，安擦、安胃、安疼、腰椎八度，啊，疼甲安有病青瓜，那无啥咱。会去真个即个胃吼，是咱人性命的关键呢。性命关键，这重要哦。我请请问，人无食饭会活未？未活嘛、啊，为什么要食饭？啊，食饭就是爱有体力，吸收营养嘛。有营养，对不？啊，你有咧食啊？啊，食的胃倒落去。胃。对啊，啊，胃未吸收要安怎？含无食同款啊。无差同你食。所以你甲看迄老大人哦，迄老大人哦，那迄。一食个头毛吹秋背吼，伊个胃拢介健康，伊只会长血收啊，好消化。啊，你注意个看哦，那些人有咧破病吼，啊，你恢复介紧无？伊就是胃介好，所以伊咧恢复介紧。你看有个人啊，一个感冒啊，啥都会无命的。人家咧破病，身体就欠了，为什么？因为伊个胃歹啊。唔管你食药啊，还是食物件，拢未吸收。所以你身体拢恢复不起来，我都给你消化。啊，咱偏偏迄个镜头，人别人都会恢复，啊，咱都无在调。胃歹，都胃歹嘛。所以安尼，咱就知影讲，迄胃的重要性。决定咱的健康。当一个胃无好的时阵吼，咱啊一般老大人啊吼，拢会有一个问题，脚手会无力。你胃咧无爽快哦，你会人会安想要袂精彩啊，头壳会安尼想要半闲半闲安尼，啊，脚手会软力。哦，阿姐也好，倒也好，啊，安尼也好，安尼也好，哦，老婆仔，你若像安尼来，赶紧去看医生。啊，若无，你就是爱有对的观念交方法。你咱五房啊，就一位老婆仔啦吼，伊有一日再敲电话给我，啊，介好呆呢？啊，哪讲啊？伊作好呆。为什么？伊讲肠胃啊，我已经从五六天哦，拢无笑安尼。我你看也不要甲笑，笑不出来。为什么笑不出来？伊胃咧艰苦啦。胃艰苦，太笑会出来，大家嘛笑不出来。嘿啦，胃咧艰苦啊，啊就啊就讲笑不出来啊。我老我就是我脚手拢无力呢，啊足艰苦呢，啊那人就要花伊呢。甚至胃若无好，人就要花伊。你三顿食少啊，食袂落啊。食袂落啊，你啊食袂，佫袂吸收啊。安尼啊，我电脑甲看看，哎呦，老婆说啦，你嘛咧好呆呢，啊，你着有咱的观念甲方法，你是咧个放咧坑咧乌蝇，哈，真诶哦，安尼，我教伊观念甲方法安尼，讲你一点钟后去敲电话互我，哦，要安怎使用我互你的观念甲方法，啊，一点钟后你甲敲我，结果我也袂记着你啊，过一两点钟啊，伊敲我，会笑安尼，哦。拢爽快起来，春风起来呀！哎，拢春，哎，伊讲春风的，伊讲拢春风起来安尼。因为我甲老婆说讲哦，你真好不代表好哦哈，哦，因为这不过是讲你，因为你咧艰苦，啊，都有用着方法，啊，咱会较爽快。但是胃吼，一定要三至四月日
这些肠筋啊，胃病啊，因为你病菌在遐嘛。哎呀，咱的空嘴嘛，同款啊。空嘴。咱的空嘴呐，那破空开始要改好伊嘛，咪一工两工就好伊。啊，伊即马那好伊，是毋是点油皮啊？对。哦，咱的皮肤真难的绷紧啊。啊，不过你那空嘴好伊，一定你那个乳液就流皮起来安尼。会疼啊。伊就会疼嘞，所以伊就要让伊完全恢复，啊，完全恢复要有时间的啊。嗯。哦。咱的胃就是同款，胃嘛是同款哦。胃内面哦，咱的多个胃内面那是哦，像这胃内面哦破空对无？对。啊，有破空，咱这青这就是咱的胃酸嘛。胃酸的消化。啊，胃酸含咱的有破空破皮所在浸掉的。嗯。啊，迄、那个你的空嘴要较会好。袂好。你看咱的空嘴拢爱保持打酸较紧好。哎，若常常担心担心，又常常暖暖的，常常溃疡啊。哦，就是暖呀，你啊受伤啊。这啊，即马。这个浸卫生浸掉的，你甲想，伊是愈来愈食烂的。那个破空啊！哎、欸，啊，到落尾，这会产生胃的排便的生排便。排便啊，甚至胃出血呀、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好好啊，慢慢慢慢看。所以咱个是老火山哦，就因为这胃病的问题，啊，何总呢？啊，即马去称胃镜，我冇讲你爱去称这胃镜，有人去称了讲。我有溃疡啊，溃疡、嗯，啊，医生就开药，你吃啊，那有幽门杆菌，伊就搁开迄个抗生素，你吃，依照着你的年岁体重，伊、嗯、看是要吃一礼拜，吃半个日啊，安尼啊，啊，吃了唔是好呢，吃了你得爱搁继续吃遐西药，爱吃三至四个日，哎，介一人胃病拢未好，等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有无？有啊，是不是拢好过来，好过来？因为你方法用了唔对。方法来用了对吼，咱的胃的作用，啊胃的作用，身体的作健康，人家会长岁寿啦，老菩萨咯。咱食到一百年回来啊，你逐天若毋是要食迄个物件，食西药，无就食中药，食西药，无就要食这個、要食迄、那個，你的胃若未吸收，你搁食什么死人骨头也无路用。而且若是食迄药，听讲吼，作伤咱的胃壁诶，会甲咱的胃膜啊伤着。所以咱有足侪老大人哦，都伊讲啊，阮食食拢足正常诶。问题你就吃西药，啊西药内会调理胃呐，啊，啊即马摸你胃壁，你看伊会给你腐蚀啊，会给你达到给你食你的胃酸内啊，啊即马侵蚀了着胃壁，都伊就溃疡啊。哦，就是安尼来的。对啊，所以咱哎，迄、那个像个保护膜啊，甲胃保护开，将咱胃壁，和咱的胃壁甲咱的胃酸吼中隔一层胃膜啊，就对了。嗯。啊，安尼伊才袂去。敢咱侵蚀到咱的胃壁，安尼咱才有脾胃好。安尼你才会好，啊那胃健康的人才会好吸收。嗯，我说安尼身体才会健康呢。你茫听人讲啊，创什么食了就好起啊，拢骗人的啦。那无啥咯，你才去菜市啊，行半点钟，你也要等是病院的啦。嗯，无可能讲你也去半点钟等的，等的管你都十五分啦，除非个人桥都要给你载啦，啊无要行路人病，好对不对？所以，老先生，咱这个观念方法合理哦，你的胃病就会好。对，我唔知啊，我要问我老先生，你的一吃什么？哎呀，注意呢，因为足侪人就是吼，一吃什么？有迄个食道癌无？食道生癌咩啊？迄就是讲一吃什么？咱的胃酸够强啊！你看，你用个盐酸哦，咱的洗便所的盐酸用杯啊，啊，你甲放在鱼骨内，蚊仔在迄块鱼骨变乌一年啦。同款那个里遐，啊，那卫生呢？啊，咱你要看咱胃气骨食落去哦，卫生甲你养料会变色放掉去。你看卫生看偌强酸的啦，足强的呢。哦，所以咱会记住，你若咧饮高酒的、饮烧汤的，也是一吃生的人爱摄理哦。嗯，也腐蚀。哎，咱的食道会伤着，伤着就起了了啊。好，啊，咱爱形成一个保护膜啊。啊！甲保护落来到胃到十二指肠安尼，有者一车生的啦。嘿，安尼咱特别一车生啊，形成特别插袂崩吼，啊特别袂安尼插疼啊，啊会崩安尼。迄唔是讲朋友有法度甲你解决咧，无可能啊。咱讲属实的吼，张飞十六岁就带胃病啊，我十六岁就带胃病啊。我要讲就要讲故事啊，介长啊，真无时间啦。我十六岁带胃病，啊拢好来好来好来，我家己本身咧创啥，但是一直都拢找无一个方法。噶最近呐、啊，今年多啦，咱开找到一个对的观念方法。你像老师想对气炎，好，我噶真哦，好，打用打麻将呢，我麻将节我是一顿吃两粒麻将，我照三顿吃呢。哦，那一罐麻将，我吃两干，我两干半一罐吃了了呢，这样呢。你像老师的心内是愈来愈用诶。啊，中秋节我
拢固定一工拢啊食两三粒，诶，中秋饼人客来不食，会臭生意，无菜啊，会歹去啊。我过期歹，我拢硬食呢，啊，都袂。以前一吹都袂得啦，啊，即摆无要紧。一请生啊！老婆说，你有哪做会到？咱简单为顾好，好唔好？免啊顾。来，啉一个茶咧，保你话猪皮干保庇，大家身体健康，食饱呢啊！正式来顾位。大家好，我是黄宣荣医师。在国人团结努力下，武汉肺炎疫情获得稳定控制。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提醒民众不分行业，务必落实社交距离，室内保持 1.5 公尺，室外1公尺。无法维持社交距离时，应佩戴口罩。另外，营业场所内可提供干湿洗手设备与量测体温，并采取实名制。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消，场内可运用隔板或采取梅花座维持适当距离，保护员工及消费者落实防疫。只要个人及业者都能落实防疫，集会即可不受室内100人、室外500人的限制。防疫做得好，恢复正常生活步调没烦恼。来哦，老婆菜哦，张伟秋也可以接管。即嘛全国请假了袂调，真侪主持人知影我有这个秘密武器，来找我有哪要来经销着咱的老母站，我嘛甲讲好，会当帮助人个较唔好、嗯。来看一下啊，惠安堂的老母站啊，老母站哦，惠安堂的吼，老母站吼，老母站吼。来拉远吼，拉远啊，对，好好来，谢谢哈。咱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啊。今天哦，关心买干啊，马仔都无关心嘛吼。最后一间啊，来老婆说啊，今仔咱离山卡搞我买四阿的人哦，你卖见怪啦，因为就山起来，我搁个优待一日啦。所以买两罐两千啦，两罐两千块，啊搁个加两罐啦，买两罐送两罐，对不对？咱的山卡就是安尼，买两罐送两罐。我那个孤山阿魂哦，你喝了这罐冬虫夏草。伊客人安只哦，打电话讲，老朱等你，不等你哦，你慢呢哦。等咱用金去搞招。哦，等你。找回十个人的骄傲。哦，安尼好。冬虫夏草。是。来，好。你金去十足，保持中心。好来，啊，今天去泡起来，这款歌也加落啊。刷进去一罐。哦，赶快啦，赶快啦。刷进加五秒。刷还是无诶。安尼，互你开两千块尔。足俗个呀。永清那边老婆山。先拍先赢了啊！马仔就无好哈，马仔就存了。啊，你嘛该上一罐够加，这个没得加了。马仔够加一罐，后一罐嘛是同款，但是都无这罐啦。我马仔开始个无啊，这阵跑起来这罐加加嘞。算定交给这罐。来，0800-0800-0800啊。啊，早暗两粒，像安弄两粒。哦，啊，你若较需要的人爱照三顿，啊，无咱早暗两粒就有啊吼。来，你头一位什么人？喂，嗨，你好。我叫徐忠。咱住伫倒位？新北市。新北市，我讲今仔，迄个冬虫啊，早上一罐，啊，赶快老母站加一罐啊。我知道了。好来，好来，一罐，谢谢啊。第二位什么人？喂，嗨，我妹妹黑的呀。老母站哦，来，咱二罐加一罐来，谢谢啊。哦。我见0800-0800-0800的电话啊！这座老母站，咱人真系健康。来，你好。哎，你好，老母站一早。咱住倒位？台南。哦，赞的。嗯。后兄，这价钱尤其是这罐冬虫夏草，搁加了哦。呵呵。哦，真正。来，咱三双这一罐。来，你好。老师讲。啊。老母站一通。咱住倒位？台南哦，嗯、来四双这一罐，谢谢啊。赶紧啊！哎，你好，喂，你好，喂，喂哦，嗨，你好，你好，我一早收到一桌啊啦，我坐楼卡小坐啦，哦，来一双来试试，哎，你好，喂，你好，喂，嗨，你好，喂，老婆三位，咱住伫倒位？哇，南港，南港，赞的，好，台北市买一桌人足济，来咱五山试试啊，来你好，咱住倒位？哎，第二套，来二双加一罐，谢谢啊！来，我要过来看。来，你好。喂，哎，你好。嗨。我台南。台南来三双加一罐，谢谢。来，你好。喂。哎，你好。嘿，咱到位。大叔爱一
赞的来四川给一观测一下啊！今天你有勇敢嘛？是做一工？来你好。喂，老伯长一组。咱住倒位？桃园区。恭喜你来一山给一观测一下。咱个我勇敢呀！好。今天你啊？空八空空空一年五百斤啊！你若去外口食大餐回来哦，无爽快的时阵，随便吃两条下落。来你好。喂。喂哟！喂，老婆想去做。来沙沙给一罐啊！来你哟！喂，喂哟 ！Hello！ 喂，喂，电话通啊呢？有人接无？来高山，我这来高山，谢谢。来你哟！老师家，老师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来帮叫刘奶奶，刘奶奶，一双刘奶奶给一罐啊，谢谢。老婆想来你哟！喂哟！哎，你好，我接到。那到位。大家，我下来一双给一罐，谢谢啊。来你哟！大家，那个当官老叔呀！有！哎，今天记得讲。哦，老婆长，你细说细说，这是官司的啊！恭喜你啦！我老婆长，我听你的。咱的健康的根本就是为老婆长开始。冇唔对，哦，这真正尤其是老大人，尤其是身体愈歹的人，哎，都这未使问啊。爱顾掉。哎，咱这个关系到老婆长一点较对的，这老。咱老母娘啊，甲咱加资料啊！啊，当然咯。哦，这真正是要讲的，这咱的福气啊！十个满意。啊，搁三分钟了啦。算有三分钟。搁三分钟啊！再个无优待呀。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啊！你拢坐调调，我调调的人，咱老母长一定爱挂灯来吃。来，你好啊，喂。你好。哎，咱倒位？我泰山。泰山啊，哦，这组真赞啊，尤其是当中啊，再个加落去，赞一粒啊，咱的老母长两粒嘛。来一双的试试，继续看啊。那这罐哦，冬虫夏草个千六块啊！咱的老母长，你来要吃，会使个掏好开。哦，伊也是胶囊诶。诶，啊，你个掏好开。呵。啊，伊介芳介好吃，一回囡仔就会使吃哦。我一回食个百外外回。老婆婶，一回囡仔就会使吃啊。呵。哦，诶，有个人搁甲泡伫个囡仔诶牛奶，互囡仔吃诶。赞。迄真正介好。做细汉个好吃。真正。嗯。甲咱顾啊介健康。对。啊，搁会介水。啊，咱老大人，你同款有那个掏开，会记真啊！啊，这该胖该好吃啦。胶囊诶，有。啊，你好啊。喂，喂。啊，你好。你好。咱到位。哎，新北区。来，二线来试试这一款啊。你即卖用饭汤嘛，健康到这啊。咱老婆生，咱老有七组吼。你身体加足健康诶。在做基底。啊，人较袂搞啰嗦，啊，搁一点就是讲。你家该有口福，哦，咱讲事实就是。人若有口福哦，伊渐渐哦，吼，身体啊，啊你营养就有啊，啊营养有，你身体就健康啊。我才开始。啊，这你若无，咱要怎食饱哩？老母长。老母长，有老母长，咱才会当食饱哩。当然。咱认为有啊，爱家己顾好，卖有今日是谁咧替咱烦恼。啊，无咱健康嘛，家己拢赚的，你讲对不对？来，我再几年啊。好，来，各种文件，各种文件。赚到两块钱。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啊！上年这款冬虫夏草针一粒一粒无？好诶，咱的孤山阿魂摕这款给因安吃，好，精气十足。特别去看，等下搞细多些讲，哦，真正赞诶，几足有体力咧。好，我安哦，歹心情。啊，早人哦，人食冬虫夏草，较唔惊寒。对啦，今年寒人你就较免烦恼啦。啊，重点是咱的老母长。老母长，咱家家户户拢爱。特别是出来在定家之宝。尤其是哦，你听我讲哦，如果呐多食了大细顿，你随个后壁对后壁甲对落。加强落。五分钟内，甲你保证人爽快。呵呵，拢谈咧。哎，无有样爱人爱无爽快足久呢。啊，佮口口脏脏。啊，是讲哦，咱去食着无卫生的，你外口食着无卫生的，哦啊，你要口口脏啊，你紧甲对落。老母长。好，人就快活，五分钟就快活。来。即阵搁一分钟尔，再聊一分钟，从无开胃呀！赶紧电话泡汤，无遐菜啊！赶紧电话 OK， 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啊！老家公从无开胃呀啦！啊，剩三个，再聊三位啦，菩萨，共剩三组尔啦。那个无优待呀，剩三组都无啊，心智无悔呀！啊，可怜呐！那无悔看要安怎？啊，无咱来收啦。但是啊，搁剩三位呢，老菩萨。啊，三位都拿有卡来都，你都啊无卡来，都搁剩三位就对啊。这真正搁。两座买三座拢可以。哎呀，你好，喂，你好。喂，哎，老母长一座。咱住伫倒位？哎，保利，保利来一双试试。咱家就老母晒健康啊。安尼搁两位。再要两位。喂，你好。喂。我大虾。大虾来一双接一罐，试试啊。喂。赵世佳。嗨。老母长。来三双试试啊。
喂，你好。喂。哎，你好。老婆长。来，四川说是四川说声啊。哎，你好。喂。嗨。我要几多？来，我刷几多说声啊。唱。啊那，唔知够够无诶？好哇呀！好，咱楼顶诶，若起落个无够，话要安怎？啊，你要安怎？来，喂喂，我来分吹啦。好，啊，恁继续拍电话啦。那有咱个出货？是来一雄。来。我三零电话继续卡。高和。九号。哎。九号是咱台南诶皮卡仔呀。皮卡。嘿。臂力惊人。哦，那要看到伊，就要等到三更半暝钟。那要看到鬼，你靠样。
咱每一个人吼，我是希望讲咱都用淡薄仔心，咱来看这个世界，用淡薄仔心来尊重每一个人，甚至搁尊重咱家己。迄个时阵的你，就会去发现讲，咱家己以及周遭的人，拢有真无穷的潜力。所以吼，这个环境这件代志，有可能会因为你来做改变。意思就是讲，咱家己个对啊。对啊，对啊。曾经有一个人啦吼，啊，伊经过一个足闹热的火车站啊，啊，看了一个双膝卡哦，无健全的人。残障的人啊。啊，底下摆迄个岩壁，一一个关的打，四个打呢啊。哎，都做主人的哦，要行过啊，拢个等一百块落啦。哦，这个人个怎等一百块落啊？像咧动作咧施舍安尼同款。但是伊行无偌久，这个人又搁倒转来。为什么要转来？哦，伊讲啊，歹势啦，伊就对着迄个脚手无好的人讲歹势啦。哦，迄个你吼是一个生理人啊。我竟然哦，佮佮你当作是一个乞丐，啊，专来等一百块落来。做无礼貌，歹势啦！我无礼貌啊。那么等于过一站，一个车站，过一站一段时间，伊佮位啊经过，经过火车站的时候，有一间店家的头家，伫你门口遐笑笑，就佮叫掉讲：我一直咧哦，咧期待看你会当出现袂。即马即个人在咧佮讲啊，即真种的人在讲啊。因为你是第一个把我当作生理人来看他的人，哦，所以我诶，即阵就是要一个真真正正生理人，要让伊知影讲我是真真正，原本伊就是一个乞丐啦。啊，因为佮等一百块嘛，啊，等一百块的时候，你想想诶，唔对咧，伊是生理人啊。因为人伊有摆物件哩啊，伊拢话咧，讲啊，歹势啦，我甲伊当作生理人，就因为伊即句话，即个乞丐。伊转去开一间店啊，有受到鼓励。好，叫又对，因为伊一句话，因为一个动作，有受到尊重。啊，即卖这个乞丐，伊有受尊重啊。伊即卖开一间店了，伊在咧等迄个，等曾经等一百块好嘅人，改变伊一生嘅人。对，因为你，吼，一个动作，一句话，我一世人啊做改变。所以，有哪一句话，会请一个人，有哪一句话害死一个人是安尼。看你安那看这个人。迄人有可能因为你来做一个改变，哦，你看，你讲啊，你看伊这个像宝贝，伊就是宝贝啊，一份的尊重啊，一份的爱心，就会产生着你想未到的一这成果啊，就亲像我的老菩萨那感觉。老菩萨，为什么我一直称呼你老菩萨？因为咱大家拢善良人，咱拢慈悲的人，哦，所以我称呼你老菩萨。因为有可能咱长辈对你的尊重，你咪感觉讲哎，我够受到尊重的哦。我唔是囡仔咧搞我弄咧，我无起码很多长辈嘛对我该尊重。安尼咱就会疼惜咱家己，把咱的身体顾好，哦，就是爱安尼。因为一句话，对，因为一句话，一个人啊，你喺十二楼遐啦，要跳落吼，你啊讲你跳落遐跳落，又真踢死哦！你看，真正你嘛是因为一句话呢，哦，所以咱啊，如果会当回回心转意，伊袂跳落。迄就是咱的功德真大，正面的。那菩萨，你的身体若无好，那因为张慧和你的观念跟方法，你的身体因为安尼来做改变，身体拢健康起来，安尼我功德嘛介大。这嘛是正面的。虽然我无贪，那无贪咧，无我嘛贪一个功德呢。啊，那菩萨太健康。啊，你贪健康呢？安尼你也好，我也好呢。大家拢总好。大家拢好啊！你讲对没？啊，当然咯。当然嘿啦，要讲我咧，当然当然。我来讲，到了时间到啊，就爱跟我讲啊。啊，等当然当然。他们每天教人教不了，你是插头呢？老师，我感觉你，老师，你让我教。我就该教，我讲你看本子啊啦，真正有影实在嘛。我多啦，这样教不了啦。你那边操心不忙，操地啦。老师，你太用心看待啦。我用心看都无效，晒就晒。好呆就是好呆，咱若是看伊佛，伊就是佛，你敢不知影？你心中，你佛我佛，大家佛安尼。心中有佛，看人前个个拢是佛呢。啊，你看我像佛呢？有啊，我佛你有看到伊？
点歌啦。空不空空，七八九空不不空啊。你点么子安排？来了。张辉上英你好，我甲你说啊，我点南方的西部山。现在南方的吹波山。南方的西部山。你西部山？嗯。西部山啊，吹波山。西啦西啦，哦，西边，哦，西部山，哦，吹南蒙南蒙西部山啦，系啦，我计是诶，要去北方吹部山啊，就系啊，哦，啊，你好，喂，你好，安徽耶，我系这哟，我心里听，我讲听三句三句，三句来啦，三句来啦，真的啦，唔见亮啊，我无安尼跟你讲，你未继续啦。我来讲，来什么歌？我要来点一点母亲。母亲的拜祭啊！我叫我老婆。好好啊！哎，拜拜，拜拜。哪里有？老师，我想请示，嘿，点一条伊也行，好不？好，给你拜三好啊！好，感谢你，谢谢。拜拜，拜拜。哪里有？哎，张辉老师啊，于小姐好。哎，好，花太太。哎，感谢老师，昨天的女人的心，鹿林心贴这条啊。好。谢谢啊！好，拜拜，好好。哪里有？喂，老师。阿秋姐，我嘛真嗯。我要点山花。你先，都有山山山花。哦，好啦，拜拜，拜谢啊。喂。喂，张老师，阿英你好。好。我蔡小娟。是。诶，用素兰小姐要出嘅。拜过好哈。好，谢谢你。拜拜拜。哪里有？喂哦，哎，哪里有？喂，你好，哎，哎，你好呀，帅哥美女，现在能几点钟的？喂，啊，好啦，啊那，你好呀，我在你们，我在，情难守，情难守，拜哪个啊？嗯，对，拜拜，哪里有？喂，哎，喂，老师，我未接到单呢，三更安呢？侬还未接到单哦？对呀，哦，我今啊，来一双，加叉子一双，加叉子啊。哎，你好！哎，张老师你好！哦，你好，你好！哎，我桃红，我姓邱。哦。哎，帮我点掉了啊！感情放一边。哎，你不是好味吗？你不是多好味，走走去桃红哦。走来桃红七桃啦！哦。我该拜，我要拜七桃啊！好啊，谢谢，感恩。好好，拜拜。哎，你好，我拜谢啊。你了。个三条。你那平常时都拢离好味。嗯。啊、你去到美国，你嘛讲你好买，你嘛讲你美国啊，你都、哦、你都好买人，你才是美国。哦，好、哦，哎呐，你爱安尼啦，啊，无想开念你接念你啊，有啦，哎呀，啊，搁三条呢。你看老师人现在出外去佚佗，人搁有想到咱呢。那不是啦，莫要猜。赶紧电话。哎，坐伤久的生来滴。剩三条呢。啊，你若无那讲的，一到呢。我这点惊哦。啊，无那叮当啊，你讲这可以的，我都可以啦。哎呀，赶紧来，来，起来来。老师，你那手就快垮嘞！啊，可能，啊不，啊不，你弄安尼，你弄我安尼，安尼，你个愈快垮，安尼啦，真正无啊！哎，那个2350人十条挂点眉毛啊，哪里有？我调，我调准备调，等老师，阿英就调你啊，我高山雷魂，阿魂。哎，我点只鸡鸭。我头拄只咧讲着你，那个。哎呦呦，我欢喜只，等到动出来。哈哈哈！啊，拜拜啊！啊，拜拜。哪里有？哎，张辉，我有泰山。泰山。我订一只最后只啊。最后只啊！哎，问下问下。好，问下啦吼。好，高哥啊。好，谢谢你。哪里有？喂，哪里好？喂，嗨。啊、我要接线下来细说细说，哎你好，喂，哎你好，张威啊，哟，好哎你好，你好，张威你好，好，各位，我那个我有任务，有任务，好任务啊，阿你听什么歌？那个点啥歌的呀？什么歌听？啊？什么歌啦？那个烈酒，好烈酒，拜什么啊？好好好。好，拜电视光开细声呢。哎呀，恁母唔嘛。哎，恁母啊，你安尼插高位啊，哎，这哎呦，对。你到路边变山呀？恁母变山呀？哎，对，要插，搞变山。我刚知影，不啊会变菜龟呢啊？恁母。三好心我哥啊。哎，一心之有力。一心之有力呢。哎，来台中啊，阿雪姐姐爱听歌听哦，来个兼工作到这来欣赏。
就妈妈哦，伊就是讲哦，伊个脚咧正正吼，但是加一支伊个倒脚正正的啊，啊倒脚正起来了后啊吼，伊还佫会流一挂汤出来安尼啦。迄个，咱的脚若正正啦，正两脚，都有可能是因为咱的腰椎的问题，哦，啊是咱的心脏的问题，正两脚啊，啊若敢正一脚。就是咱循环无好的问题。循环无好，脚会肿起来啊。迄脚循环无好啊。好。迄脚有可能就是伫脚床头的所在，还是伫关节所在，倒一个所在有去跌着。嗯。啊，也是讲有去踢着。好。哦，啊，所以迄个所在循环就歹。啊，循环歹，就像咱咧，阮鸡安尼啦，风拢一直积，一直膨开，所以伊就会水浸啦。水浸起来。就像安尼啦。所以咱若循环无好的人哦。大多数拢是较无咧运动的啦，哦，较无咧运动的人啦吼。循环歹，啊，恁若无使，我靠，我歹要运动。你着较无咧运动，着年岁有诶啦，是有一个慢性病啦，啊是大箍人啊，是讲啊着上班拢坐吊诶，个公务人员拢坐吊诶，迄啦，较无咧运动诶，即种较会有即个情形发生啦。甚至有年纪诶人。吓啦，啊着有年纪诶老大人都拢无咧运动嘛，那么。这个循环的问题，咱爱分爱分落开哦哈。安那分落开？有的人想，我都食清胃油的就好啊。啊，不是啊，唔对啦。安尼唔对吗？无啦，介侪人就是拢唔知影，所以开足侪冤枉钱。啊，张伟安尼讲是得失人啦，啊，唔过我无讲未使，那不是咱无咱的钱未刷了，也可能未使乌白开啦，好对唔对啦？咱既然开了一百，都要开好对啊，啊，就安尼弄安乌白装乌白装啊。安尼开掉，无使钱。不过我安尼讲咧，有可能会介侪人会教我，啊，不过我无讲袂使啊。你若像有个人，迄脚尾手尾咧麻时，现在你去买了清胃油，当来食拢食无效。清胃油伊唔是无效啊，清胃油伊因为伊是只是乎你的血哦较清诶。不过你会记住咯，离你的脚尾手尾会麻，迄唔是。敢那血流的问题呢？有可能就是因为咱的血管内面有已经有杂质啦，杂质，迄沉底啦，伫末梢的时阵，一寡咱的迄血油内面有一寡杂质啊，伊就拢沉底落去嘛。像咱囡仔切切的，你甲藏的，沉淀呀。隔顿讲伊就沉底落就一层的拉三厘啊嘛，顶管就清啊爱得到呢。你顶管就是食清胃油的，啊但是遐嘛是同款个厘啊，你安怎甲切？安怎甲切？伊嘛是沉底里啊，嘿啦。哎，杂质是安怎？哎，都哎都哎吼。杂质嘛，好清。哎，压倒转来，哎，压倒转来了，叫我都带下掉。那不是我咧讲，你可能会误啥啥。我即摆讲你听，咱先对开，你听我注意听后，这有关到你的身体健康的问题，这未使无注意啦。因为吼，介侪人就是伊咧麻，啊去看医生啊，啊医生嘛是开清胃药食啊。啊！即摆验了，伊个血都也无红字啊，嘛标准啦，赶快来吧。为什么啊呢？这个杂质啊。杂质哈。我讲啊，要咱知影，就是爱我爱先讲，互你了解。咱的血管有分啥？分动脉加静脉。动脉就是三条心脏拍出来，这叫动脉。全部受伤出去的。哎，这叫动脉。咱目睭看袂到啦。受伤营养感染去出去的。哦，咱目睭看袂到。那么静脉就是流倒转来。哦，已经受伤出去，要回来呀。咱咧注射啊，注射今天就是静脉。静脉注射。哦，会记住。那么，伊流到脚尾、手尾，要流转来、流袂转来，因原因就是安那，就是有遮嘛。啊，所以流袂转来，伊就麻嘛。卡掉的啊。啊，就水肿啊嘛。啊，脚盘都乌去啊嘛。就是安尼哟。就是安尼嘛。好。哦，啊，咱的血管伊有哪分高的甲薄的？上盖薄的对，你头壳。脑部。哦，啊，咱的身躯的血管较厚，啊，那头壳为什么？因为你甲想啊，有人拔断脑筋，都有人拔断脚筋呢，无，有人拔断手筋呢，无，因为上薄的所在就是脑部，而且做个脱掉的，拔断就系啊，所以老婆说，这个工课哦，咱即摆来年会有啊，佮拄到即摆来早暗凉冷啊，天气变化，即摆来渐渐愈来愈冷哦。如果你若是有这脚尾手尾即阵目前会麻的人。你无利用这個时间赶紧甲处理好。寒人，今年寒人唔是干那麻呢？啊，够较严重的吗？你若本身够有高血压的人啊，迄是作为虾米哦？有当时阵，咱的血管要位置不等于唔知呢。
哦，有个人，有个人，即马现代人是无同款啊呢，所以咱爱拢一定爱说呢。啊，我着一个观念放我着哩，咱的十几只压袂断啊。对，较袂塌掉喂。啊，你啊，我也知影，我脚有十几啊，无十几。嗯。介好介简单啊。安怎看？你着看你的脚盘，脚盘甲你的脚掌，哦，咱听着安尼嘛哦。嗯。你的脚盘、脚掌有共色无？咱啊，脱掉嘞脚盘，甲咱的脚掌绝对无共色。作者老大人就像安尼啊，拢无共色呀。伊大腿安尼啊，啊脚那脚掌安那，啊这个脚盘呐，哦啊伊到落尾一直挪起来，就像即款，伊为脚盘遮啊脚掌起来，一直挪到位大腿开，到落尾爱为改变这个骨雕。啊，拢未听吗？伊真都唔知影妈要听。拢未听。迄个过去打着分针啊，嘛唔知影听。过袂好吗？啊，伊就循环歹，要较过会好。啊，无，人个骨卡是安怎骨，就是像安尼。你循环歹啊，啊，即马破空啊，啊，破空即马好神针啊，啊，针即马会放两类啊，啊，会感染着。啊，你是像这个无固雕，无固雕时到会感染着就无命呢。啊，即四季无代表会好呢。这你看这脚盘有哪拢乌样呢？这脚盘拢乌样呢。这时到这有段时间拢爱。到七十度，到咱的脚掌这里爱跪，拢爱跪干的。啊好啊，别讲这个。就过咱的末梢循环哪好，咱个未安尼呀？别答对了。好。咱得只要那循环过了有好。对。脚盘的循环咯，唔是咱一般轻迄个这个轻微有同会咯。唔是啦，唔是迄做未到哦。是咱的末梢。哎、欸。末梢。这末梢。又会更。又紧啊！又紧，上盖有诶，边头毛较油诶啦。包括咱的目睭，迄种同款啦。目睭内面拢幽会更啊，拢一定爱有一个观念方法，拢讲意思啦。包括你看有形工具会记诶无？对，迄就是拢即个问题啦。吼，循环歹，幽会更。哦，咱老婆说安尼，你知吼？哦，迄偌济人真正就是我互伊观念方法咯。嗯。本地形工具会记诶，即卖未记啦。目睭即卖加足舒适诶，啊，脚盘本地乌噜，即卖拢共色啊。对。啊来，一共色了，伊就袂麻哩。哦，啊，弟弟嘛较好。哦，当然啦，当然啦。无用要去挪伊啊，无用要期待伊啊，要天讨伊啊。因为你这又会更脱掉的，你弟弟个骂伊啊。过来查甫人，跟查甫人有关系啊。哦，张威有那查甫人啊，嘛六十四啊啦。照你讲哦，介济人呐，到这个年岁来，差不多心有余力你不足啊啦。有想法没办法。但是。咱的又会更呐会通透的对啦，因为咱的海绵体嘛是拢靠肠胃啊。伊也无骨头啊，所以等那血冲会饱水，好，查甫人斗面子。哦，你啊，那是脚手脱掉，你遐个星座脱掉的呀。你较早少年家歹性情，伊就是你看你脚手袂麻，迄阵都无瘫啊。无。啊，即马甲年岁有啊，你脚手咧麻，迄个所在嘛是瘫啊。哇。讲意思啦，迄个像油啊脱掉的，油啊蹦就脱掉同款啦。嗯。啊，即马来就安尼来顺刷好起来，哦，好唔？一减二个。蒙拉减四个，来，无你话准备干宝贝。身体健康，吃百年哈。有人拢未麻。大家好，我是陈佩欣医师。随着疫情稳定控制，指挥中心启动防疫新型冠状病毒运动，邀请各人做伙来认真防疫热火的心态度。除了防疫，也会当放轻松，享受着生活。而且来提醒，防疫期间，民众也是要维持个人的防疫措施，譬如说用纱布来较久来洗手，若是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还是要坐大众运输的时阵，就要来挂嘴安。只要维持防疫措施，民众会使放心参加各项室外的活动，譬如说去看室外的艺文表演、加体育比赛，还是说去郊外来走跳、运动、旅游，等等对着身体健康有帮助的活动。保持个人卫生的好习惯，做好家里防疫新型冠状病毒运动。来啊，赶紧啊！年龄来啊啦！我介一老婆婆讲，张威啊，你妈较好心诶、哎，有啦有啦。要寒人啊！吓啦好，即大家做看呢。好。看呢，非常懂诶哈，非常懂诶吼。来，年轻吼，年轻哈，好来谢谢。在安怎食？咱的老朋友，你知吼？知弄。早暗两粒啦。两粒。啊，老兄弟。查甫人。查甫人买会歹清清，买会笑着，你照三顿啦。三顿两粒。你想想安尼啦。食饭两粒，食饭饱食两粒，照三顿啊食。
你某就走你肉啊！你个唔惊某啊？你某就惊你啊！买两罐，两千块，送两罐，买两罐，安尼，送两罐。哦，啊，要搁互你歹亲情。呵呵，这罐搁啊加落去。冬虫夏草。哦。你唔免点加点啊，拢唔免点，就是为食伊就可以了。那啊来，互你精气十足。好啦，卖搁加位啊。干那么老师？靠，开加个送一罐哦。啥物呀？马进啊！你已经送一千六百块冬虫夏草了。好啦好啦，剪刀石头布啊么？好。剪刀石头布，我唔乜不啊，所以呢，我拿来放起来哦。又他心痛，来，加落去。再加一罐。安尼，何里开两千呀？两千块。那个老朋友，赶紧啊，新朋友，你若接到，你就讲张伟，哦，莫怪莫怪你安尼。莫怪年轻的轻。莫怪你安尼安轻个呀，吼，真正。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我老兄弟我讲啊，你呐，食这组吼，你都免食什么，喂一空喂两空喂几多空的免啦，会记着啦。叫起刚来食，啊，但是你爱叫三顿哦。对，那一般人咱早暗头啦，哦，早暗头，啊，那是老兄弟为着买哦，会笑着，爱叫三顿啊，叫两组啊。呵呵，出门啊，外面煮的。掉没？哎，你嘛？喂，张伟，张伟啊！有。啊，来，你讲银行。银行来一双，谢谢，这一款啊。来了。喂。喂，小林哥。你好。哎，哎呦。哎，李大哥。听阿林某讲，正这款，正。冬虫夏草。我赞你。鹅肉干。来，一双来，谢谢，一双给一款，谢谢啊。来，你好。大师家。银行。咱住倒位？高山。高山啊吼，来沙山加一罐，谢谢啊！山顶才有加一罐银锭哦，咱早前是拢加四罐尔，啊你个介绍啊？对啦对啦。但是今日老师咧又带个加一罐哦。来你好啊。喂。啊。我买银锭，我讲你听，钱你咧开，啊爽你再爽，来一爽谢谢，加一罐。来你好。喂。嗨。我买银锭。咱住伫倒位？哇，先生，来四双，谢谢，给一罐。来，你好。石头，石头，这位。柠檬。来五双柠檬，给一罐，谢谢啊。喂。来，你好。喂。嗨。你好，咱这位。哦，花莲。花莲哦。哎。这做你那边啊，本人安家啊。啊，暗时，本人安家啦。啊，暗时莫话上大声，来二双，谢谢。啊。做丁子啊！对了对了，做会健康，做会快乐，哦，做会逍遥，做会爽快，个对咩？啊，忙大声大细声，搞好人，开阳台，不警察啊！来你嘛？喂，嗨，咩工啊？喂，我来买几张银杏。来一双试试，在你那里？哎，在爸阿妈呗，爸阿妈呗，你好。喂，十公斤，哎，中天哥来三双，得一罐。来，你好。喂，你好，我要银杏一组。好，来，四双加一罐，谢谢啊。天哪，果然都高了。来，你好。哎，老师。啊，花莲来，多双花莲来，谢谢啊，加一罐。果然要高啊，咱银杏赶紧的，换顿来吃，甲创个素食。我花莲的玉霜哦。呵，你花莲的吃辣没？没有，伊今麦款款的哦。嗯哼。啊。傻傻的，假假的啦，什么傻傻的？啊，够配的啊！我正看人拢讲傻，冇人我人兄弟伯呢，兄弟伯讲别别的。哦，对不对？喂哦，喂，喂，嗨，张辉老师啊，你好，你好，我买一组哈。好，再来一双给一罐啊。你吃酸麻一只啊？你好，你好，嗨。美女，我不能这样。来一双给一罐，谢谢啊。来，你好。喂，喂 ，Hello。来三双加一罐，谢谢。我今天要按时要把它喝困。来你好。喂。你好。银杏。来五双加一罐，谢谢啊。这种吼，咱人嘛给足成功的。那个老伯山，你相信张威啊？嗯。这组脑袋家你都未开遥控器，甲起变个冰箱啊！人人啊，啊，个个爱好困的。人啊，你啊，暗时个会好困。啊，食素人爱食哦。啊，这素的。嗯。食素的。来你好啊。喂。喂，啊，妹妹，
我那个大桌的啦。来大桌来一山大桌是啥？真正。老师，啊，你小妹吼，哎，等于啊买大桌的吼，因翁婿一桌，伊一桌安尼吃啊。伊都袂困楼卡。应该做伙困啊。啊啦。太欢喜了。你那去见姐姐哦。听到这，你就袂感觉安怎？啊，即摆阁有冬虫夏草，予伊精气十足啊！啊，好，恁翁哦，嗯，半暝工过做做，日时照常咧拼啊。对啦，哎呀，安怎哦？啊，是个加米班呐、啊，对啦，拢袂忝。真正呢，加米班隔顿工阁袂赖床。啊，即摆阁有人形咧食。哦，赞呢，赞都。啊，查某人恁老爸哦、嗯，虽然钱咧开，唔过。爽还是你在爽？啊，主要个健康。又结果叫做妈妈的，妈妈很快乐。来，够外久？够两分钟的。再要两分钟。够两分钟啦，老婆生。现代人油车过侪，绝对袂使。头拄只人无开，赶紧弄下。来，你哟，喂。喂。啊。我叫高阳。高阳啊，吼。嘿，阿妈姑，我新朋友哦。不要紧，阿我妈小姐给你操主持哈。好啦。来一爽，谢谢。新朋友，恭喜你。来，你哟。我刚回来呀，回来呀，谢谢。阿甘木尼啊，啊，好，谢谢。叫木尼啊，刚讲些好话啊。好，拜拜，好，拜拜，拜拜。来，你好，拍手，拍手。哎，就是咧要讲好话时间卡。有啦，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啊，再进去买欠款咧。有。你前啊欠咧三四个月咧。叫无路，叫走路。无啦，啊，即阵啊，佫非常时期哦。嗯。时高奈无回啦。对。咱讲熟悉啦。啊，一球球要搁寒人，你即摆唔接要等何时？奶奶，啊，老婆说赶紧哦，搁一分半钟啊。从无几位，赶紧卡。头拄只卡无通的，也是头拄只无看到，无开，赶紧电脑卡。有个新朋友。哦，新朋友你出运啊？真正。一通电脑就改变你的运命。正卡。啊，赶快啊！今仔日有哪小大人广告做完，有哪有结束？好、嗯。啊。嗯你要三支烟的，三支烟的啦。啊，你人生是俗个满意，你唔爱食过这样俗个这样满意的人生。是啦，来最后一分钟哦哈。好机会。电脑通。身体健康。我要记住嘞，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啊，来你哦。喂，啊你好。你讲你讲你个上几座？咱住倒位。啊，住倒位。我一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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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主要是要跟小姐多谢你啊！啊，嘛，让咱知影讲到位，你跟咱买产品。有买无买，小姐拢知啦。对啦，你落去个电脑，电脑里面拢有资料的。啊，本店阮只个无电脑啦。啊啊，我只都讲有头脑呢，都无电脑呢。哎，来，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这那三四十回，你想拢爱接啊？哎呦哎呦，来你哟。我要吃二酸，二酸，一罐啊！哦，老师，你这五罐，所以安尼拢总六罐，一罐好豆豆的。这走路呢？才三百几块啊！喂，喂哦，来三酸加一罐，谢谢啊！安尼讲三百几块一罐好豆豆的啊，才俗着。没啦，顾老婆说，无咧计算计数啊。这真正袂着。讲着钱的运气，人讲清清。袂着，真正是福气。喂，来你好，喂。来，来一刷一刷一刷啊！来，你好，喂你好，来四刷给一罐，谢谢四刷，来一箱。电话继续卡。五号。五号。是哦。五号是咱桃园的怡珍小姐，点一首舞。来，邀请恁送上所有老婆婿，到底欣赏这首歌曲呢？便当这样嘛，该听哦。来，做个影像来。
请感恩咱的乡亲朋友哈，咱吼长好旗的吼，啊，拢种出来，种到今仔日嘛拢有种啊，所以咱今仔日就免搁卡好旗啊，啊，种到明仔载搁已经种两，明仔载已经种两位啊，啊，今仔日已经有啊，哦，啊有就好啊，哦，感恩大家，哎啦，感恩啊，真。真感谢啦！啊，大家功德真大啦哈！功德大家做定做。有，要讲开吼，咱这一个月100块吼，啊，请保娘安尼，甲咱做吼，做袂好呀！变咧请保全的较上。有啦，做袂好，一工啊带3块咱后咧食薰食槟榔，好高烧酒的，咱哪样较欠的哦？厝内面大大细细，大家都平安啊！哦，你唔对。那么有诶，歹习惯咧，改掉啦。哎呀，对你也无帮助的。哎，对身体也无好啊。哦。哎呀，改掉，性开，咱那你顾大顾细无嘛？讲安尼，加较有亏得。对，安那嘛较换定啊。系啦，来阿姨罗呢？安那。咱今仔虽然无好钱吼。好。咱本来来开讲啊。开讲时间。哦，阿姨，那你今长好钱，今仔日给侬种出来嘛？好。中间马仔个加两位啊哩，啊，所以你这边来纯开讲，纯开讲得啊，啊，和阿伯啊，纯我跟你讲一个好话，哦，好唔好？好，啊，你好啊，喂，张老师，哎，阿帅，阿小姐，你好，哎，感恩哦，我收到，好收到啊，哎，好，谢谢啊，阿恁你看了警察的面罩啊，哈哈，感恩，谢谢啊，拜拜，你敢看？够好诶啦！啊，咱一开始甲真多阿叔起来讲，伊有听到啦。拢出来拢无哦。啊，头前遐迄几个你呐，点着歌你拿着吼，无起来讲你听到，你看到警察来走，无警察解你来讲家怎哦？你刚来拿着伊歌咧，卖阿笨。卖阿笨啊！你笨呢？无啦。我一个笨。就上个笨。喂。袁总哦。有。我都不知道。你说那里啊？来一双一双这边啊！来，你好。喂。嗨。你啊，张伟啊，我是。我顶礼拜拜四，甲恁参加迄护士100块的。哟。啊，甲今日才收到的。哦。诶，缴费单。你稍等下，来二双小姐，甲你服务啊！来，你好。喂。嗨。我钱哦有落去啊。好好，谢谢，功德无量啊！无量，甲你保庇哦，哈。身体健康，吃饱，你好，谢谢，谢谢。哎，你好，老师。来，教授教我讲一个好话。哎，宝玲啊，给你保庇啊。身体健康，我你吃饱哩。啊，保庇弟弟了，我的囝，我的囡仔，我那平安顺心啊。哦，感恩，就是爱保庇我囝嘿。好啦，好啦，好。来，你好。张伟，阿英，张伟，你大姐，哎呀，你找我讲，来啦，老婆你妈给你保庇，张伟，你大姐，啊，你身体健康，真怕你，哦，啊，莫想搞位，哈，我不搞位，喂，喂，喂，我是小英，哎，小英哦，哎，我今日收到好几个单，我谢谢啊，好好，阿婆你来保庇啊。喏，阿弟少艰苦个。好啦，阿你身体健康，吃饱你啊。好啦，阿钱你存足济啦吼，好好好，谢谢啊。好啦，好哟。啊。我挂手掉啊。好好，谢谢。干阿伯啊。哎，阿你看到警察在面走啊？哎，明仔在行哦。好，行行行。我中午未做。好啦，好，好，谢谢。好啦。时间咯。喂。喂。啊。我是红妹。要叫金兄。你稍等下啦，唔是广告时间来计算计算来，谢谢。啊，你好！啊，你好！哦，我以前都常放迄个舞哦，听着啊。哦，啊，谢谢，安尼特别开红单啦，好好好，再见啦，谢谢，好好好，感谢你有听着。嗯，好健康。哎，老师，我爱我，你把阮新妇张庆玲讲最好，来，无牛猪比宝贝。哦。啊，宝贝身体健康，食饱哩，啊，互恁新妇哦。哎，当然心肝化定，一条顺心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来，咱来做功课哈。第一泡好。哎，来，咱来做功课。就是张伟，你将来恭请到咱母娘慈悲主公婆教来给咱保庇啊！在咱这个屏东县内保乡和兴村学兴路12巷31号詹惠金，以及今目前在咱这个高雄义大病院1153B啊，这个病房，但陈其明啊哈，过来就是咱高雄医养院 A 栋。10A01第三层林业啊玉珠，过来是桃园中间病院福建大楼 G栋10楼08层哈，咱的贵金条，加恭请着咱母娘慈悲来给因保庇，爱护因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都顺心哈。那么咱只有加几位来给咱母娘中间照明来扶持，一个月100块，这功德非常大了哈。高雄市桥仔头区王华英12个月，罗德区蔡庆忠6个月，工山区詹宗莹6个月，林恒区严承佑3个月，洪山区刘金欣5个月，洪山区刘川月娥5个月，中华园林彭勇12个月，嘉义民雄陈玉竹10个月，桃园孤山李福雄3个月，孤山李文仁3个月，孤山李炳德3个月，新北市土城王顺杰12个月，板桥黄云荣12个月，功德无量哈。张会长来恭请着咱母娘慈悲主公普照来给您保庇哈。我哋当政府消业消灾延寿增多功名，就能通地域开通，弘扬化解解一心常在完工及万事大吉，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无量诸公普照，保佑身心大德，身体健康，万事光彩，合家平安，事事无灾。哦，消灾解业，事龙工商，事业兴旺，大家身体健康，大发财。咱即卖进入到咱的地域容易。手把青鱼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绿巾青筋风雨多，退步原来是向前。又过来到咱智慧良语这个单元的时间。在这非常感谢在我们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是大好朋友，我们诸位神仙大德，诸位菩萨，诸位师兄师姐，时间一到也得和我们做伙在做一个功课。稍等，请各位接到今天这个功德，我们来回向好天顶在杯土卡在手水灵在受的一切众生，也请靠今天这个功德，非常有灾苦的灾民，呼应大家平平安安，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也请靠今天这个功德，非常有咱的亲人，咱的阿公、咱的阿妈、咱的爸爸、咱的妈妈，非常咱的外口读书做工课的囡仔，呼应大家平平安安个。那么去年呢，受念珠，咱请个念珠请起来，无念珠的人请双手合掌。心观来别念，南无阿弥陀佛。咱来延续着咱昨昏的话题啦。咱讲到着这个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一定爱用着咱的素净勤啊。因为你咱的日常的生活，
一切事一切事念念拢会提得起，念头一起立刻，咱就会察觉到这个念是善的，也是恶的。如果伊那是恶的，那赶紧甲断掉；伊那是善的，爱回生起来。所以这说的特别，咱爱注意的，这个、断恶，包括修身，拢未使执着的啦。因为要讲啊，这条路是行得的顺境，以咱这个大乘法来讲，这就是咧行中道啦，中道。什么叫中道？就是菩萨道嘛。所以断恶修身，如果那是各有分别有执着，虽然伊唔是菩萨道，也是人天圣道。无分别无执着，就是菩萨道；那有分别有执着，就是二乘道啦。所以这比起着人天道，更加高一点啦。差别就是你这所在。所以因此，这条而且宗旨就是要教导着咱爱断恶修善，来积功累德。凡夫之所以无量劫以来轮回，拢总是造作着这善业，包括着一挂不善业产生的结果嘛。所以断恶修善，就是修行的一个起步，起步啦，就亲像咱咧学踏脚车同款。所以对着这个善恶，必须要爱有能力来个分辨嘛。更加深来讲，就是讲，凡是为着家己的，拢总是恶的；凡是呐，处处替别人想的，替咱众生想的，拢总是善的啦。所以世间人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意思，敢那好亲像。讲人起心动念，拢爱为家己是正常的。啊，那么迄个人，倒一个人无为家己，其实吼，这句话是咧误导人，误导着世间一切众生的。你咱咧佛伫咧讲为家己，就是恶的啊。这个是佛教的世间人的讲法，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你这，也就是觉悟的人，甲着无觉悟的人，讲法无同款啊。佛为什么会教导着咱？讲首先爱知影这十法界六道轮回是安怎来形成的？咱咧经典文上头咧讲嘛，一切法众生想生啊，拢总是众生的梦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嘛。所以诸佛如来发心大事，无这个心想啊，所以伊住在这一真法界啊。佛界伊这个一切的心想。它分作三类嘛，分作见思、尘沙、无明嘛，所以拢个通称讲叫做烦恼嘛。华严经老咧看人知影，顶元都讲佛无用这个名词，伊用梦想、分别、执着。梦想就是无明烦恼嘛，分别就是尘沙烦恼嘛，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嘛。所以咱去了着这三种的烦恼。就把一种法界变成了十法界啊！十法界各内面各有四乘六凡，六凡呢通称叫做六道轮回啦。六道轮回就是咱众生上界严重的这执着所造成的。那么《金刚经》的顶半部教咱的爱离相，就是离咱的执着；啊，下半部教咱爱离见，就是讲爱离这个分别。哦，一旦来理想，就是咱诶无我想、无人想、无众生想、甲无受者想嘛，这叫做理想嘛。啊，就会当超越掉咱这个六道轮回啊。但是分别同款搁伫咧啊，这也就是这个见也搁存在啦。哪当进一步搁甲这四见有哪离开，就是呢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者见。哦，安尼你就会超越掉十法界哩。就当降低到一真法界啊，所以因此佛家伫咧讲，咱的起心动念为咱家己是恶的，因为起心动念为自己就是着想嘛，这就是坚固执着妄想。换一句话来讲，起心动念为自己，那么这个心叫做轮回心啦，出离不了的六道轮回啦，所以这是恶的啦。佛家人爱把这个念头给转过来。咱的起心动念为咱的众生，为咱的佛法，把这个观念换过来，哦，虽然有分别，但是有能力来超越掉咱这六道轮回，至少
要搁提升到着四行法界的一个境界。如果连四境都拢总破，哦，这个是发心大事，超越着这行法界。所以今仔咱修正所有错误的观念，提升着咱家己，到了着咱的一境的一个法界。那么这世人你都无白来啊！啊，人生就真真正正有意义、有价值啊！那未当提升，哦，未当来超越到这轮回，未当来刻入到一境法界，同款个你啊，醉生梦死，同款个你啊，糊里糊涂，同款个你啊，用心计较，同款心肝个咧恶毒，生命结束了后，你也是同款去投胎去轮回。你投胎大多数拢去地狱啦，做鬼啦，做精神啦。想要保住咱的人生，后世人要得这个人生是相当无简单的代志，所以一定要知影断恶修善。哈、哦，时间的关系，今仔讲个做到这，咱即马做回向，怎个念一句？请对我念一句哈。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解发菩提心。请我们讲下，那个地放开，这两嘴、三嘴、五嘴加吞，未扎着完就爱去一路，吞一嘴，别念一句，阿弥陀佛来请你。这不哪看电哪念，这不看刷电念完，阿弥陀佛。种种灾厄如灯化，斑斑祸患似水消。佛愿保留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招财进宝，金玉满堂。板桥李小姐点的歌，静看的龙。